耶耶哇！怎么了？你们哦，发生了什么吗？错了什么吗？不是，我觉得这边空气比较好。刚刚欣赏了。是啊，啥荣耀日，然后呢，然后一千零一夜，我记得有这个，对，心理犯罪好像有，对，粉红狙击手，还有黑天鹅，哇、嗯、之后大家开心吗？开心。好，那大家来先做个自我介绍吧。你们都做过了吗？没有没有。前辈你们那先，还有我谢谢你先吧。怎么回事？前辈抢人了，上来。小佳，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糖葫芦不能分开吗？为什么？因为爱。别问。哎，太 KY 了。啊？那我要自我介绍了。嗯。嗨，大家好，我是 Gen Z 48 Team Z 的谢飞，谢谢大家今天来看。N C 前辈们和 Z 的，不对呀、啊，就 N 和 Z 的联合公演，谢谢。耶！战斗，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 GNA 48 Team 的王炯毅，感谢大家来看 N 和 Z 的联合公演，谢谢大家。耶！救救吴雨霏，吴雨就会飞。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岁的吴雨霏，大家可以叫我飞飞小飞，然后但是不可以叫渣渣飞。感谢大家来看今天的联合公演。耶、yeah！ 吴雨霏，谢谢。凡凡姐姐，小凡姐。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Z 的方琪，感谢大家来看 NZ 联合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谢谢。大家好，我是 GNZ48 天门岁的刘倩倩，你们可以叫我倩倩或者是七七。谢谢大家今天来看联合公演。耶！刘倩倩，谢谢。大家好，我是 GNZ48 的唐丽佳，谢谢大家来看 N 和 Z 的联合公演。耶！谢谢。别闹，我想静静。大家好，我是 GNZ48 天门岁的卢静，谢谢大家来看 N 和 Z 的联合公演。耶、yeah！ 再闹卢静，谢谢。耶耶哦，吴雨霏要不要我帮你帮你？那算了，他现在才反应过来。哦、对，我现在你要干嘛？哦，我不干嘛。哇，原来在台上是这样的感觉。对。不是，我们今天要干嘛呢？我们今天讲 MC 啊、嗯、看看呢看看有啥 MC。 啊，对呀、啊、台上敢做台下不敢的事，不就是刚刚那件事吗？没有了没有了，我们也敢。还有什么你们有想讲的吗？没有是吧？我知道没什么好讲。你看五个 MC 里面两个握手。刘倩倩，刘倩倩很委屈。好，守护全世界最好的六七七干嘛啊？没有了，他们说这个，因为我特别有心得，就是讲这个事情。那你讲讲呗。我不想讲。你回去看看呗。对对对。好喽。讲讲其他的呗。好呗。我看一下我们台上，你们都是哪人啊？我是 Z 队的人。不是。哦。谁问你这个？
你们是哪个地儿的人？哦，广东。广东。对。哦、你呢？四川。这个我知道，这个我也知道。你呢？江西的。江西，差不多。你呢？四川的。四川混混广州的是吧？我知道。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们这所有人里面普通话最好的就是我了。你在说什么？那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怎么样？好。你有、有手机吗？有，我去拿。哇，吴雨霏什么都有。对，我们玩一个游戏吧，就是看台上这么大家普通话都不是特别好，那我们就玩。那你可难不倒我了，我超标准。真的不要打脸哈。唐丽佳已经立下了 flag。对对，嗯，那我们就玩，就是拿手机定一个时，一分钟，然后每个人讲那个同样的那个绕口令，然后讲完之后马上传给下一个人。我下台了，走了。然后到谁那个手上的时候，闹钟响了谁就输。嗯，好，那从你先开始。真的吗？这么好。开始他就开始了哦。那我想想要先讲什么哈。绕口令呢？开始，红鲤鱼，绿鲤鱼，驴。红鲤鱼，绿鲤鱼，驴驴驴。红鲤鱼，绿鲤鱼，驴驴。红鲤鱼，绿鲤鱼，驴驴。红鲤鱼，绿鲤鱼，驴。红鲤鱼，绿鲤鱼，驴。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鱼，驴驴驴。好厉害，还好长时间呀。红鲤鱼，绿鲤鱼，与驴。然后嘞？你继续啊。红鲤鱼，红鲤鱼与绿鲤驴，绿鲤驴，绿鲤驴，绿鲤鱼，鲤鱼。红鲤鱼与绿鲤鱼，红鲤鱼与绿鲤鱼，鲤红鲤鱼与绿鲤鱼。好了，可以了，姐。红鲤鱼与，我们慢点说嘿。绿鲤鱼，红鲤鱼。讲完了，我还没讲完。与驴。没了。哦，别哄了，开始响了。然后嘞？然后呢？没了。报警。好，先记住，你输一次。哦，这，我觉得应该反过来，不然能看到，就是不能看时间的。对。哦，可以，盖过来。那你们把那他会自己想吗？为什么会想？哦，那可好了。好，把羽毛扔掉了，我老是会拿到那个。拿到毛是吗？对，然后给你了。来，你来。送给你了。送给你。哎呦，送给你了。我要哦，等一下十分钟，对不起哈，你下线了，你下线了。我想一想，还有什么？对啊，你我想想，对他们比较的吗？残忍的有什么？开始了，一分钟是吧？嗯。刘奶奶去买榴莲牛奶。看时间了。刘奶奶去买榴莲牛奶。刘奶奶去买榴莲牛奶。刘奶奶去买榴莲牛奶。牛奶奶去买榴莲牛奶。牛奶奶去买榴莲牛奶。哇，换一个。我已经输了。啊，快快快，你输了。换一个人。还有什么？换一个。我想想。八百标兵奔北坡。哦，八百标兵，这个很简单啊。快一点。那就这个吧，八百标兵奔北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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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理。八百标兵奔北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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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百标兵奔，八百标兵奔北坡，八百标兵奔北坡，无聊，八百标兵奔北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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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怎么没了？不是，他在过程中想的怎么办？我是放到你手上，你接过去那一秒钟响。不是，他已经。你这个闹钟太吓人了。好了，你下吧，你下线吧，你下线。还有什么来着？下线了。我想想，还有什么比较难为？山前有44棵紫色柿子树。什么？44吧？44，十是四，十是十。好，开始。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是四、还有一个十是十四十四哦是四十十四是十四哇哎呀妈呀好牛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你最十是四四十四是呸
四十是四十，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十，对，四十。啊，太凶了，快快快！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大家太可爱了。快！哦，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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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你们要决出了胜负吗？还是不用了，不用了，就这样吧，挺好的。就你们三个，不用了。为什么？这就不想看了，不想看了。他们是谁输了？三个，他们仨。啊，哇，我懂了，怎么这么巧？我都懂了。你们好 KOL， 真的。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惩罚他们了。那惩罚干什么呢？哦，天哪，我最喜欢这种环节了。有不同相同当，你过去呗。没事，反正我们是局外人。别怕，你来呗。哎，我不站 C， 你站 C。你这个站位。哇！快惩罚！天哪，快惩罚！快速战速决！也迫不及待了。天哪，你这么一看，好风流。我吗？嗯，渣男。你说什么？想想想想，还有什么惩罚？想看他们干嘛？他们夜蝶也跳过了，对不对？我记得我看过。那干嘛好呢？你们想要不你们更刻薄一点？有什么？传纸啊！好，我去拿。快点举报，有奖！举报是有奖，谁是谁？前辈开始讲悄悄话，没有，我在跟他讲游戏规则，他不太懂。我没玩过，是用手那个撕纸吗？就手传哦，手传递啊，这个很简单，很简单。什么？我们会了，就是用什么？我不知道啊。来，我们来撕纸，撕纸，要不要做示范？其实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用哎。不是这样子的，是来干嘛？不是这样子的，是用嘴撕的。示范一下怎么样？我们示范一下怎么玩，你来。哎，他们的小伙伴听话，偏我们示范，啊、我们当前辈的，用嘴撕吗？还是用这个吧，这个比较好撕一点。嗯，用撕吗？对呀、啊，撕，用这个，哎，留用这种纸吗？教我。纸巾纸，哎，什么鬼？怎么吃？用纸巾吗？我再去纸巾，等我。哦，是纸巾可以吃的。哦、不是，什么玩啊？搞不懂。你刚不是可开心了吗？不是，他你们那个太随意了，看着不爽。我们走过来一点点，过来一点。所以前辈打算亲身受学是吗？对，我顺便我也学一下嘛。这有点多，拿这么多，不必，你们撕完才能走。学，这一包都给你撕光，就是怎样？他那边撕过来呗。好了，你们来玩吧。我第一个。哎呦！别掉了，待会儿第一排抢着撕。要不你们也撕着玩。嗯，哪里？接这在这儿，拿都行，哎，方便一点。有多方便？不能用手哦。怎么有点恶心啊？不是。哦。我纸都要化了。大家看来这是错误示范哈。他站住了。他十分钟没撕下一块。或者传纸也可以啊，传过去也行。没有。牙齿
好放。你为什么放嘴啊？我怎么放嘴啊？哇哦！你们示范已经很好了，好吗？三个人就可以了。我突然很想玩了呢。前辈，我觉得你们教完了，我们会了。真的吗？你还不是最惨的，你菲菲，你还不是最会了吗？那你把这个给他吧，他们垫脚，他咬不到你垫脚，你垫脚，你多一点，你别让他们那个。小飞，撕了！小飞，前辈教你的已经够多了，接下来靠你自己了。微飞，加油！加油！微飞！啊！微飞，不要害怕！拉下来！拉下来！快开始吧，我腿都看软了。天哪！好不好烦哦！撕纸吗？你们传什么呀？他大家没有撕，他亲了他，亲到他这里了。撕了，没事没事，童言无忌。不是我们等一下刚刚只是示范了一遍，然后像你们三个对开始了，对，可以开始了。干嘛这样难为他们啦？哎呦，过于小了，前辈不要这么抠，乖乖的。前辈比较节俭。过于接近，哇，这哇那一半不错，耶！来，一定要撕是吗？对啊，要撕掉。然后今天的标题就是"比翼双飞互撕"。是什么让他们撕了起来？撕。牛小飞小飞小飞趁那张纸画了之前快点扣钱你有种过生日的感觉你让他站微微加油然后微微吹起来你看你撕个纸还那么多人给你加油快快点纸快化了好了结束耶结束不行不行 你的纸呢你还有最后谢飞飞一下你忘了吗没有了，已经说完了。你要三个人，不要伤害自己。没有，你最后一下。好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摁住，耶！啊，耶！哎呀妈，你们这个真的……那从我开始吧。